孕妇家暴女友的消息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，许多网友在指责蒋劲夫家暴的同时，又不免替他感到惋惜。想当初合作胡歌、刘诗诗、唐嫣等大牌明星，也主演了许多大制作男入戏，本该前途一片光明，却把自己送进了牢房，简直就是一手好牌打烂的典型，让人不胜唏嘘。今早马蓉好友小小在微博爆出马蓉被打照片，呼吁警方及早将歹徒捉拿归案。网友问到被谁打的，小小回应不知道。稍后媒体爆出马蓉多张受伤照片，马蓉右边脸部以及眼睛周围有明显伤痕，嘴唇以及手掌也有淤血痕迹，而他的母亲额角也泛红肿。被问及原因，马蓉表示是王宝强和他四五个同伴所为，今早一起对他拳打脚踢，甚至对马蓉妈妈也动了手。其实马蓉和王宝强恩怨由来已久，自离婚后马蓉仍时不时在微博暗讽王宝强，前几日还晒出王宝强银行流水账单，想以此来博取网友舆论支持，结果却被网友扒出王宝强确实没钱打官司的真相。一时间马蓉犹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，而这一次不少网友认为这一招是马蓉自己自导自演的，毕竟二人离婚已久，王宝强再动手不就是自己犯傻吗？也有网友表示，如果真是被王宝强所为，这次肯定要接受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。马蓉作为受害者，他做的一些缺德事确实让人气愤，但不管怎样，动手打人就是不对了。马蓉被打进医院，王宝强成为嫌疑人，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，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。